你看，你看，好急啊！但是你注意，我如果不走，他还不敢走。我们那种小街巷哈。不可以去那里，这里这里，好吧，这里来，这里，嗯。还好要听得懂哨声呢、啊。坐下，马宝，来坐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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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水，坐下。你有喝水吗？宝宝来，喝水，喝水。人数啊，你大概都几月份来？那四月中下旬慢慢开的时候，固定会有一群人从各地杀过来。站在那边的很多，有时候就到下面。所以老师通常会在对面那个角度。对，那个是其中一个角度。那当然各种角度我都会去拍。那个是一个角度，另外。那一栋楼一楼牙科，因为我跟他比较熟，那他会让我上顶楼，从顶楼往下拍。老师，你看他的那个树冠层就是从……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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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当然也曾经用直升机拍过啊。那吓坏这附近的人，怎么直升机大声嘛，对不对？顶到上，不过那很多年前就是了，大家就看为什么这么靠近我们呢？好惊奇！本来什么都没有围的。就只有一堵墙而已，那后来他把墙打掉一角，就比较透明化，对，就是跟民众的距离近一点。那看着花，当然也看着这个社会在成长。哎，你累了？嗯，刚刚走太多了。你也太可爱了吧！好，走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